就做保镖，就这样啊。虫子，跟你说个事。怎么样？俺们又没钱了。又没有钱啊？还剩多少？大致的估算了一下，咱们就还剩几百万。大概能用多久？大概可以用3天吧。3天，那我们10月份到期。今天2号，3天，那就是5号。几百万大概就是，反正就还1000块钱，换成人民币1000块钱，大概用3天。那不得要早就回去了。机票是已经买好了，那是买的4号的。我想到了蒙街的时候啊，就不想那么早过境中国。我们11号到期，那我们就到期了再回去。问题是现在怎么办？那不要取钱啊，银行卡又不能取，也取不了。那天晚上都试了。你带了几张银行卡？我就2张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再跟你说很严肃的问题。2张。等一下，2张都拿去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取出钱。奇葩平台上看到了很多人拿着中国的银行卡可以取钱的。我们等一下再多去试一下，你赶紧收拾。我们去试一下，如果说能取到钱的话。那就更方便了，省得换也比较麻烦。对啊，对啊，赶紧吧。那你跟我一起呗。就一床被子，还要本公子操作啊。女人真命苦啊。苦是不苦，苦的话加点糖啊。好，走吧。走吧。你们都来了，走，吃饭去。好。欢迎他们先下去了，这电梯太搞笑了，只能坐3。冲上去。这就是3万5呗。OK。OK， 找了30万。这里面的菜，天天是这几样菜。还挺好吃的。那你等一下多吃点啊。这里是免费取水的。这里多好吃啊！好黑啊，里面都是冰块。受不了吃了。这里是我们吃过最便宜的地方，5块钱人民币。贵了。这里是6块钱。我喜欢吃不了，你爱吃。三万，你还得取钱，都没钱用了。把你的银行卡拿出来。就要做保镖，就这样啊。哎，这是我的卡，应该我来取吧。你知道密码吗？生日是多少来的？号开头。赶紧的，还没时间了。现在已经有取钱的地方，这是50万，取一张50万看一下。哎，出来了。哦，哎，可以取得了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你看一下汇率是多少？哇，一百万，不容易啊，要个钱。不用说麻烦别人才能取钱了。把密码先告诉我啊。最应该伤心难过的是我吧，连我的生日都不知道。我也想知道啊，最主要是吧，你一年过几个生日？你先回去吧。现在都36度了，你再晚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出去啊。虫子，看这个是什么？甘蔗呀。它这是在榨甘蔗还是在什么？我能进去看一看吗？不弄，我进去看一看。Look， 每一个甘蔗都全部给它削好皮，再拿着甘蔗去榨汁，给了钱，请你喝杯甘蔗汁吧。怎么样？好吧，好，看看这个卫生，你看，干脆直接坐地板上，也不用洗，榨汁机里面榨，榨出来直接吃，加上那个机器，
挺黑的，可能是抹了涂料。你敢吃吗？没事吧，人家也是人，咱们也是人，应该可以吧。这是10万块钱。可以，可以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走吧。哇，终于到了。那大的你吃，那小的我吃。我先试一下了哈。真的会洗一下。它这是一身皮，没见过他们生吃，只见过他们用来榨汁。好硬啊，越南的甘蔗。用刀吗？嗯，来哈。用刀削皮啊。嗯，这个。哇，好甜，真的，你尝尝。是不是？嗯不要吃这甘蔗，不能吃这甘蔗。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小哥哥说这甘蔗不能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吃的对身体不好。是对身体不好，是吗？这甘蔗没有毒吧？那没毒我就放心了。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吃，好甜、啊。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沟通方式很累，但是又很有趣。悠着点，真的好甜，狼博万真很甜。然后我给你吃一点啊，我给你吃一点。嗯，你切一点给我，我看，我尝尝看啊。那这芒果放在辣椒里面，辣椒加糖，这样。嗯、辣。啊、哦，有辣，然后又甜。嗯。说的是嘞，嗯，哇，还有啥？好辣，好辣，整个芒果的味道就出来了，非常 beautiful。东东，管你住还管你吃，我掏钱的了。thank you thank you， 一个一个一个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哈？好吃，好吃啊。啊、大姐的话都准备好好的东西，你看。我妈今天太有福气了，看杨哥。啊、这个就是那个。啊。小哥哥兰花籽挺好看啊。我们想到一块去了。这是你妈妈咪。No， 不是，我以为是你妈妈。哎，妈咪。No。啊 ，No。啊。来越南，第一次享受到把水果。用来做菜吃，我刚刚吃了那个菠萝蜜，它竟然是用来做菜吃，是炒，还在煮菠萝蜜，哦，整个吃的我咽不下去。现在的话，又吃这种芒果做菜吃，大姐看到我们会吃了，来赶紧烧那么多工，这真的非常好。我好像看到盐巴味精的感觉。有咸，我们吃的方便面的那个调料包的感觉。老郭，老公啊！啊，郭老公啊！对，他是我女朋友。你蘸辣椒的好吃哈，芒果蘸辣椒，世界都少有。OK 啦 ，OK 啦。OK 啦，嗯 ，OK 啦。谢谢，谢谢。感恩，感恩。好了，弟兄们，今天到取钱的话，我们已经是。成功的用我们中国的银行卡来境外取钱，取到了，给我们中国一个大大的赞。但是首先必须要有银龄标志。是的，我觉得这个手续费还是有点偏贵。哇，这手续费扣的很多啊。嗯，所以还是建议，就是如果说有想出国的朋友们，其实身上带点现金肯定更好一点。土豪随意，只有这么说，土豪随意。感谢阿姨的芒果，让我们品尝到不一样的越南水果。那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